双语播出。欢迎回到爱尔达电视，继续来欣赏2015年 ITTF 瑞典公开赛八强阶段的转播。场上即将进行这个阶段，我们为您送上的最后一场比赛。画面上现在看到的是代表中国的梁靖昆，他的对手呢则是葡萄牙名将弗雷塔斯。弗雷塔斯在最新一期公布的世界排名呢是高居在第七名哦，近期来讲的话都很稳定的都保持在前十名，算是蛮不容易的。对，因为他的打法也是属于比较全面的，无畏失误比较少。那至于在梁靖昆的部分呢，今年只有19岁啊，可以说年龄上来讲的话，跟刚刚我们看到的樊振东是差不多了，同期的选手，那冲击也算是蛮强的。不过以在国力赛亮相的机会来讲的话，还没有来的这么多，但绝对也是中国队在下一个世代培养的主力之一了。没错，而且我们等下可以看到欣赏到他的球技，其实他的打法类型哦，其实跟樊振东是非常像的，包括整个体型啊，其实我感觉上就像是樊振东的复刻版了，只是脸长得不太一样而已。当然，今年梁靖昆也是很意外的，在苏州世锦赛呢是取代了延安呢、代表中国队出赛。事实上，在近期来讲，他在队内的对抗赛表现是相当精彩，也曾经打败过马龙跟张继科，所以也被教练团视为是重点栽培的人物。对，他也是有具备这个实力。离开赛上来，梁靖昆就先抢下分数。对，他在发球段好、是好在就是说他这个逆侧旋，然后以及他我们看到他发完球的这个动作准备动作是非常的快，发完这个准备动作是非常快。正手的对拉，这一次由弗雷塔斯拿下分数。我刚刚是想要用同样的招式啊来对付梁靖昆啊。对。哇，漂亮的防守。对。梁靖昆他也是就是反手的这个能力哦。尤其是在台内的这个拧拉的这个能力哦，也是非常突出的。这手转反手，这次打在球拍侧边，2-2。弗雷塔斯在前面三轮比赛算是轻骑过关了、分别打败了英格兰的沃克、法国的艾罗伊，还有香港的何君杰。至于在梁靖昆的部分呢，第一轮是击败了来自印度的选手，那第二轮呢是淘汰掉了大种子的水谷隼，打了7局之后4-3力克对手，所以今年来讲打到八强也是梁靖昆在公开赛最好的成绩。2-3。瑞典公开赛也是今年整个世界巡回赛的最后一站了、那接下来12月就只剩下这个年终总决赛。年终总决赛是采取这种邀请赛性质的，所以也是要让一整年下来在巡回赛有好表现的选手，能够再多获得不管是争取奖金或者积分的机会。对。其实中国的选手、就是他们今年哦，当然明年也是奥运年呐、然后他们今年在今年的这个巡回战的这个部分，有刻意的，就是相较于去年来说，他们有参加比较多，因为他们就是也是要参加满这个五战之后，才可以去，就是你的积分有达到前面，才可以去参加这个总决赛的那个部分。所以不少选手哎来到这一站之前都是刚好4战了、凑齐这一站是满5战，包括了张一科啊，包括许昕啊，都是一样的情形啊。对。3-5。哇。4-5。进攻的力道真的是相当不错、看到弗雷塔斯这位选手，他就是非常典型的这个欧洲的吼，对，两面非常均衡，也不怕跟你拉开来对拉。对。
第三板的速度上来讲，梁靖昆在开赛的发挥是相当不错的。对，5-5。目前世界排名来讲的话，弗瑞塔斯跟奥恰洛夫当然也是欧洲排名顶尖的选手，包括在很多欧洲锦标赛或是欧洲杯的比赛，也常常可以看到弗瑞塔斯杀进决赛四强的身影。对，他这一两年是比较大的一个突破。对，左手横拍的球员呢，那也包括了是带领葡萄牙队在欧锦赛击败德国，对，非常不容易，算是蛮指标性的一场胜利。好球。以德国来讲，在欧洲桌坛呢，不管他整个训练的体系或是职业联赛的规模，都算是蛮完整的。对，那葡萄牙也是刚好，这一批凑齐了三位这个很不错的主力选手，包括了阿波罗尼亚，包括弗雷塔斯，还有 Joe Montero。对，其实基本上除了弗雷塔斯，然后剩下的两位就是阿波罗尼亚以及那个 Montero， 他们也都是长期的，就是在德国，就是参加联赛以及参与训练。其实是蛮多这种旅游的球员啊，不管台湾选手也是会比较倾向去德国，因为他们有比较好的训练体系。对，我觉得进去的难度应该也是比较高啊。对，好球，看到就是梁靖昆这个就是攻防的这个转换哦，这个节奏掌控的非常好。这球这个侧身这反拉啊，这个难度是非常高的哦。因为你这是在多拍的这个来回之后，你脚下的以及重心的这个调节非常不容易。接发球这一次旋转没有判断好。对，弗雷塔斯这个逆侧也是非常赚的哦。至于现在在第二桌台湾好手庄智渊，局数上面是暂时1-3落后给中国的许昕。现在比赛是打到第五局啊！哇，漂亮哦！这球就是梁靖昆在第一球接下网之后，第二球这球明显很保守，接得很保守哦。那弗雷塔斯当然不客气了，反手一个发力，8-8，梁靖昆的发球，哇，好球！不过，其实从这里就可以看到梁靖昆整个下盘的肌肉是非常扎实的哈。对，但弗雷塔斯也不是省油的灯了，对，他已经世界排名都冲到第七了，他谁都不怕了。拉了蛮赚的一板，让梁靖昆再把分数给扳平，9-9。第一局来到最后的关头。到弗雷塔斯的发球，当然也考验梁靖昆。经过前面18分之后，这个接发的感觉到底调整好了没？哦，还是接得很保守哦。回去这个落点稍微不好，稍微高了一点就被弗雷塔斯给逮到。对，我相信还是就是发一样的，那看梁靖昆敢不敢过来拧了。第一局接到现在比较少看到这个拧拉的接发，不过梁靖昆这次出手的速度一样是非常快啊，让他化解掉了弗雷塔斯的局末点。10-10，第一局的比赛就杀到了 Deuce。好球！哇！直
板反拍，梁靖昆都拉得还蛮强劲的。不过弗雷塔斯这次守得很稳。对，这球甩开来之后，最后梁靖昆这个侧身哦，还是没有把这个位置整个给让开来。嗯哼，弗雷塔斯再一次的逼出局末点，不过这一次的正手进攻没进。对，梁靖昆这球也很大胆哦，直接过来做一个反手的这个拧拉哦。尤其是他在这中后段的时候，这个接弗雷塔斯的这个逆侧旋哦，接的没有这么好的情况下，11-11。哇，好球！短球先开始了，弗雷塔斯竟然先找到了上手的机会。再一次，也是第一局弗雷塔斯的第三个局末点。好球！哇，还是过来继续拧的。的落点非常深啊。对，其实弗雷塔斯他哦，他自己在这个deuce之后，他两度取得deuce万连线的时候，他还是就是很坚决的就认为说我这个逆侧下旋对梁靖昆还是有用。嗯，因为他毕竟他就是在原本在中后段原本是落后，就是靠这个逆侧下旋把这个比分给扳平的嘛，就反而没变的结果让梁靖昆现在是拧得蛮顺手的。对，哇！不过他也还以颜色，也是一个名的正手啊。13-12，第四个局末点，维塔斯，然后这个拧拉也是相当大胆。对。连续的进攻，没有对好。对。看到弗雷塔斯他这个防守以及中性球真的保护得非常好，他都是先让你发力，然后有机会他再做反击，其实跟这个德国的名将这个波尔这个打法也是有一点雷同，等于后发制人，先用弱点去让你发力还减弱之后他再找机会反拉你，对，或者说先用旋转去控制住你，然后下一板再快哦，这球梁靖昆总算有所突破了。就是、对，这是中国选手第一个局点。按照以往的规定，应该是突破一个就直接这球会。哇！哇，好球！弗雷塔斯的反拉。看到弗雷塔斯他这个侧身、这个正手、这个隐蔽性是非常高哈、哦。第一局的这个气势之争啊，两位选手都不想输啊。杀得难分难解、啊、没错，14-14，轮到梁靖昆的发球，好球、他知道前面在这个护摆这个过程当中他不见得可以讨到便宜、哦、我们看到他这球也是非常果断的直接往弗雷塔斯的反手去戳一个反手位长球，哇，我第二座的比赛已经结束了，最后台湾好手庄智渊是以1-4不敌许昕，比较可惜哦，这一场比赛，智渊是先拿下第一局，而且第二局一度也是取得10-9的领先了，但最后还是落败。而来到场上，梁靖昆在历经deuce之后，也辛苦的以16-14拿下第一局，现在1-0，暂时领先弗雷塔斯。为双语播出，欢迎回到转播的现场。梁靖昆跟弗雷塔斯第一局的比赛啊，双方整整打了30分才分出胜负。梁靖昆最后以16-14先抢下了第一局。缠斗到了deuce之后呢，是先拿下了这场比赛一开始的首局哦，对梁靖昆来说也是蛮重要的。对。我也看到来到 deuce 之后，其实梁靖昆在接发球这段是变得比较大胆一些。对。
第二局由弗雷塔斯先来发球。对，其实在这个近台的这个短兵相接哦，这个梁靖昆的反手还是比就是弗雷塔斯来的上风一点呐、啊。那你如果除非形成中后台的时候，这个弗雷塔斯的这个反手这个优势才能够就是凸显出来、啊。对，因为在近台的时候，弗雷塔斯他也快不起来，他也只能靠。对，一比一。古大选手拿下超前的一分。不过弗雷塔斯这一两年这个整体实力哦，真的进步很多，尤其他在短球的这个控制啊，以及半出台的这个上手这个能力哦，确实精进不少哦。哇，这一次的接发球也是突然改变了击球的节奏。对。你的节奏很慢，但是旋转很强。接下来轮到自己发球，再直接抢下分数。对。第二局开局开得不错。哦，连吃两分下来，梁靖昆这一轮的接发，对，并没有完全的掌握住对手的旋转。对，其实这个问题是上一局就已经存在了啦。对，就是对于前面有提到，就是弗雷塔斯这个发球段的这个逆侧哦，逆侧旋以及逆侧下，尤其是逆侧下这个旋转非常强。嗯哼。哇哇，这看到这就是梁靖昆的招牌武器啊。对，其实跟樊振东是非常像的。反手的出手非常快啊。对，这个你拿这个点是非常不好掌控的哦。哇哦！这球等于是拉到弗雷塔斯的一个球拍上来。嗯哼，其实他这球有点大意了，他只有偷到了。你看，他其实他可以再拉大力一点呢，但是他选择就是轻轻一拉，就球去找球拍啊。对。哇！我这边也守一颗回来。对，我看到弗雷塔斯，你看这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半出台的这个上手哈，以往这个半出台这个上手，欧洲人在就是展现这个技术的时候，他都是就是下降点，就是拉弧圈比较多。但是弗雷塔斯他现在这个上升点会掌控比较好。这边也一样啊，拿下第七分。对，半出台的判断其实是还蛮困难的一个环节啊。对。然后还有一个脚步啊，以及重心上的一个调节，出手的点呢、啊。好，现在等于是梁靖昆在镜头的这个下方了哈，我们看到就是透过就是这个镜头的这个角度关系，我们看到梁靖昆他在发完球的这个下一板这个衔接哦，这个准备动作是非常的扎实哦。哇，连续两个球都是一样，如法炮制。我们看到他等于一发完，他的重心哦、喔、站得非常稳，然后是有点像弹簧，像弹起来。你看他这个衔接，所以在处理台内球的时候，对他不管处理台内球或是处理长球，他这个第一个他的反应时间就是更快，然后他准备的时间又更长了嘛。对，虽然就是短短的0.0几秒，但是这对。就是那个高技术水平的选手来说，就差很多了。嗯哼，对，他这个部分做得非常扎实。这一把领回去比较高哦，被弗雷塔斯给掌握住。对，我看到就是第二局哦，弗雷塔斯他在这个发球段这个逆侧上一个优势，然后以及就是他在进攻段也相对来说比就是第一局打得更凶了。我这边接发球。幸运的擦边，对，幸运的得分。回到两分差距了。前一轮的发球，梁靖昆是拿得很轻松。第三板的出手拉得很转，对，这球质非常重。又是在。单局的后半段啊，追了上来。对，
好球！哇，角度带得非常开哦，让弗雷塔斯已经是失去整个击球的重心了。对，看他是在近台的时候，在近台的时候，这梁靖昆这个反手的这个主动性以及牵制性哦，绝对是比弗雷塔斯来的强的哦。8-8，现在弗雷塔斯被梁靖昆给追平了。对，连续的进攻。对，现在弗雷塔斯哇，退台放高球也没有能够放进啊。对，哇、哦，梁靖昆不简单啊，这一局。8-4落后，对，四分落后先追回来，现在还反倒超车了。对，短短的时间哦。看一下弗雷塔斯怎么应应。对，哦，还是用他的发球的优势。对，但是这球梁靖昆想要接一个正手短球，这个意思是对的。对，只是这个旋转真的非常强。嗯哼。没有办法完全抵消掉的结果，对啊，触网没进，9-9。发球权现在来到中国小将的手上，对，这打到这关键分都考验双方的这个心理素质哦。嗯、哦，这一次的领球弱点，梁靖昆没有办法掌握好。对。这球弗雷塔斯也是豁出去的，因为他在这个中段开始比分会被追进，就是梁靖昆这个发球，他一直去摆他嘛。啊，又是一个新爬过去啊！对，而且这个几乎没有任何救球的空间啊。弗雷塔斯也显得很无奈。对，连续两局，现在双方都要打到第三人分胜负了。弗雷塔斯的这两局都是先逼出局部点的情况下，被梁靖昆给扳平。哇！拉在了球拍的侧边。哦，弗雷塔斯他发这个球好哦，除了这个旋转好哦，再来就是说他发的这个弹跳这个落点，他要出台不出台的，然后就会影响到就是选手这个判断的这个反应时间了。再一次的逼出局点。哇，梁靖昆反拍没有办法打进的结果，也让弗雷塔斯以12-10拿下比赛的第二局，现在双方战成了1-1的平手。木维双语播出，欢迎回到转播的现场，中国选手梁靖昆出战葡萄牙弗雷塔斯的比赛，现在来到第三局，前面两局双方都是杀到了第五才分出胜负的，彼此的实力可以说是非常接近，对，都在伯仲之间。那就是说，梁靖昆在发完球的这个第三板的强攻哦，是比弗雷塔斯强势。那可是就是弗雷塔斯这个发球，就是说的这个旋转以及质量上的一个控，可以有效的控制梁靖昆哦。那就是说，看这个有没有办法一直延续下去呢？第三局要先由梁靖昆来发球。第三板想要反手拉直线没进，0-1。One all。感觉梁靖昆还是很淡定哦。心理素质可能也是让中国队教练团蛮赏识的一点了、啊。对。哦，在正台的位置还想要再用反手反拉回去，没有成功。其实这球弗雷塔是可以出机会了，在于就是梁靖昆在接发球的判断上又出现错误了。其实这球弗雷塔是发一个出台的，那梁靖昆一开始第一时间他是想要做一个反手拧拉、嗯，但是后来发现球比较长了。1-3，所以这个逆侧旋的这个发球真的是弗雷塔是一绝、啊嗯。那有些观众朋友可能想说，那梁靖昆怎么不摆短？那我前面说过了，就是他就是发这个球，这个线路要长不长，要短不短的。其实要长不长，要短不短，你在摆的这个过程当中，又会去增加难度了。
对，又加上他旋转是很强的话，比分现在来到1-4。对，弗瑞塔斯又一次在比赛前半段了，先把差距给拉开。对，那从目前来看的话，感觉就是从这个精神面貌来看，弗瑞塔斯他就是对于就是比赛想要赢球的这个渴望度以及那种兴奋感，好像是来的比就是梁靖昆还要来的强的。对，因为毕竟梁靖昆你当然有具备一定的实力，但是你作为就是说你的排名又比选手比弗瑞塔斯靠比较后面，然后就加上你的年龄又比他小，应该有一些更多可以去拼弗瑞塔斯，就不用打那么保守哦。哇，这边想要直接拼一板，但没有打进，差距又来到4分了。对，这球节奏太快了哈，就会给人家感觉出手有点随性了。维达斯的接发也是弧线拉得太长了一点，出界。今年赛季，维达斯在卡拉公开赛跟捷克公开赛啊，晋级到4强是最佳的表现。啊、另外在科威特战跟中国战呢，都是杀进8强。所以一些不管是 Super 等级或是 Major 等级的比赛、啊，维达斯至少都会想办法让自己。至少打到8强或4强，所以是积分是蛮稳定的在累积啊。对。6-4，梁靖昆又一次的在比赛的中半段啊，对，开始追击啊。换了一下他这个正手进攻的拍面。对，哇！最后杀高球，想要做出改变的结果，发生失误了。对，他想要放一个短球啊，但是这球的上旋的这个旋转哦，超乎他的预期啊。7-4，所以其实看到很多中国选手在杀高球的时候，都会有这种换一面来打的这个习性啊。对，因为基本上这个中国海绵，然后在杀高球，他球的那个球皮的这个弹性呢、啊，没有来的就是像不管是日本套胶或是德国套胶来的这个弹性来的那么大。4-8，现在两位选手的差距又回到4分。刚刚进攻失手，当然梁靖昆也必须要。赶快把心态调整回来。对，目前来看就是感觉弗瑞塔斯打得比梁靖昆还积极。嗯，比较像是弗瑞塔斯要去拼梁靖昆。对，场上的立场有点倒过来了。我看到梁靖昆他这个就是这个半出台哦，这个弧圈球这个旋转是非常强的。先追一分回来，5-8，好球、哦！还是靠比较强势的这个前三板去做取分哦。其实我觉得梁靖昆他在第二局开始哦，他在发球的这个旋转以及落点上是偏比较保守的啦。哦。就是有点磕到台子，然后这球梁靖昆也是判断的比较准确一点。这时候就是裁判确认一下，就是弗瑞塔斯的球拍是不是适合继续比赛。刚有点打在球桌，对，敲到侧边了，对，剩下1分差而已了，哇！这一次发球的旋转还是非常强劲啊，对，让梁靖昆是摆不住了，7-9。
好球，哇，好球！哇、哦，梁靖昆，从开始的防守到最后转进攻，尤其梁靖昆在反手这个部分呢、哦，保得非常好。嗯这一分拿下来是把更大的压力丢给了弗雷塔斯了，8-9。哇，又是先反拍，定住了弗雷塔斯啊，拿到了追平的9分。这次也不让弗雷塔斯先逼出局点了，先在9-9这边追平对手。这是看他能不能够突破弗雷塔斯这个逆侧下旋了、啊。跟第一局一样，对，想要去做一个比较拼搏式的，还是没接好的结果。弗雷塔斯连续3局的比赛都是抢先拿到10分，对，哇，再试一次还是没有。这一轮的发球，弗雷塔斯连吃了2分下来，也以11-9拿下比赛3局，现在以2-1反倒超前的中国小将梁靖昆。欢迎回到转播的现场，葡萄牙名将弗雷塔斯在瑞典公开赛的男单8强战、遭遇中国小将梁靖昆，3局的比赛打完，双方都是以最小的差距2分的差距分出胜负。不过在、第3局呢，弗雷塔斯总算是有效的把握住自己的第一个局末点，就拿下了比赛。最后这两个发球让梁靖昆的拧球完全失效了。对，所以就是现在哦，现在的就是技术哦，当然是越来越全面，然后也一直持续的不断的在更新，但是不变的就是还是在于就是说。这个发球及接发球段在比赛当中的一个重要性。嗯，嚯，好球！距离拉开来对拉，弗雷塔斯拿下了4局的1分。啊，一样是从手中再找机会反攻啊。对，这点真的跟 Timo Boll 真的蛮像的。这两个也都是左手横拍啊。对。就是发球跟接发球这个重要性、那我们看到就是现阶段弗雷塔斯可以取得2-1大比分的领先，甚至于他有机会是可以取得3-0大比分的领先，都是就是他的这个发球、相对于跟梁靖昆比的话，他比较能够牵制住梁靖昆的这个接发球。中国小将的心态应该受到影响了。对，刚刚这个进攻再一次发生失误，弗雷塔斯3-0的开局。哇，好球！连续的进攻，所以现在看到弗雷塔斯越打越开了。对，质量不是非常强啊，但是他这个连接的这个。连续球的这个能力哦，是比较好的。看从可以从第二局开始，弗雷塔斯哦，基本上就没有变过他的发球的这个手法以及落点哦。发得顺就继续发、对。那形成这个中后台之后，还是弗雷塔斯哦比较上风。嗯哼，反手能够对得住1板2板，不过如果战线一拉长的话，还是对弗雷塔斯比较有利。对，5-0的开局了，哇，这次也不拧了啦，干脆直接用正手来接。对，
其实我觉得就是梁靖昆哦，他可以在接发球上哦，再接慢一点没有关系。你接慢一点，你第一个你盯出台，盯出台的话，你就还是轻轻挂在佛威塔斯的这个反手位嘛。那佛威塔斯他这个近台这个反手啊，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被动的。然后再来就是说，如果是短的话，你就是往他反手长的拱嘛。你往他反手长的拱的话，你看他这第一下其实他都只有拖起来，他没有，他很佛威塔斯这个反手很少有那种一板可以就是让你毙命的这个威胁性啊。那、啊、你打到后来这后面的综合实力，你也不见得会下风嘛。现在以梁靖昆打法来讲，是比较在求这种速战速决啊，反而是受到反效果。对，因为你本身就是对手这个发球已经控制住你，那你还要急着想要去控制、反控制住他，你就是你的观念反而就是说，哎、欸，我先接上台，我先跟你打后面。这边总算是拿下第二分，6-2，现在领先的还是葡萄牙选手佛维塔斯。对，所以变成说他现在在就是要在佛维塔斯这个发球段上要拿分，就是难度会比较高啊。哇，又是接了一个擦边球，今天已经第三次了接发球出现这样的情形了。对，你不知道这局就已经出现两个了。对，其实你看这球如果没有接幸运球，其实也是有点冒高的哈，也是佛维塔斯一个机会哈。从这接发也可以看得出来，佛维塔斯的发球旋转的真的是很强劲。哇，你看，变了一个，对，稍微变了一个直线短的，终于变了，但是马上就奏效了。梁靖昆也不断的在跟自己对话，因为今天接发球确实不太理想。对，3-7。好球！哇，好球！防守去挤到梁靖昆的身体。对，我看到就是梁靖昆在这个正手 出手这个线路哦、喔，还是偏佛雷塔斯的反手位多了一点哦、喔。哇，这球突然性是非常强哦、喔，发一个反手长球哈、喔，佛雷塔斯没有反应。8-4。不过中半段这个四分差距对梁靖昆来讲的话，前面三局他都是能够有效的追上。这局其实这个整个打的是比较闷一点哦、啊。要看看这一轮佛维塔斯的发球是不是还是有效的掌控。高起来。哦，还是一样。对。梁靖昆的接发，对，并没有改善。对。高起来的球，马上佛维塔斯就掌握住机会。今天他这个进攻的把握度确实是蛮高的，没有什么不必要的失误。如果我们先假设说佛维塔斯最后取得这一场球的这个胜利的话，你看基本上他就是一个这个逆侧旋、逆侧下旋，然后就把梁靖昆给打败了。哇，那个旋转反旋转是非常强的哈。现在佛维塔斯靠着刚刚把握住自己的两个发球，抢先逼出了局末点。哦，很快的出手。对，我这局来讲的话，比赛前半段就让佛维塔斯把分数给拉开了，有点为时已晚了。以这局来说的话，5-10。11-5。这次进攻让梁靖昆回击挂网，11-5，这是第四局的比数，一样由葡萄牙选手佛维塔斯获胜，现在3-1，他取得这样比赛的停牌优势了。目为双语播出，欢迎回到爱尔达电视，继续来欣赏佛维塔斯还有梁靖昆的交手。现在比赛来到第五局，佛维塔斯局数上面的3-1领先，而且是越打越放开来啊！第四局甚至是11-5，这是今天最大的差距。所以看得出来，梁靖昆在接佛维塔斯的发球，好像越接是越接不好，越是随着比赛这个进展，好像比较能够进入状况。对，所以就会连带影响到梁靖昆这个发球段啊，以及进攻啊。
One love。看一下在局间的暂停过后能不能够重整旗鼓了。对。发球先吃下第一分。反手这次很坚决，是打在弗瑞塔斯的反手位。再来观察一下接发球这一段。对。好像有一些不一样哈，试图就是加快比赛的这个节奏，感觉就是梁靖昆这局是打得比较紧凑。哇，主动的变线，四比零的开局。再输一局等于梁靖昆就要遭到淘汰了，所以这一局真的放开来打，好像有不错的效果。对，这一局一上来哦，其实他在发球的这个落点，然后就有去稍微去做调整，然后再来就是前面有提到，就是发球的这个旋转，因为他前面基本上都是发下旋比较多，他这一局就是发不转的比较多，那连续几个发不转的，变成造成就是弗瑞塔斯在接发球上会有点不适应。一接高起来就是梁靖昆的杀手锏就来了，对，六比零了，第五局现在弗瑞塔斯还没有办法拿下任何一分。哇，好球！这个速度是非常快哈。对，弗瑞塔斯也是跟得非常好哦，又一次的从被动打到变主动，一比六。反攻，哇，好球，斜线。我们看到这弗瑞塔斯站在中台哦，这个威胁性哦，比他这近台来的大很多。近台主要是想办法控制住对手哦，中远台才是他真的擅长的位置啊。对。Seven two， 七比二。很明显，这局梁靖昆哦，这个发不转的这个比例啊，比前面来的高的太多了。也是从自己发球的改变呢，去对扭转了这一局的气势。反倒是让弗瑞塔斯现在接的有点别扭了。对。哇，好球！我看到这球质非常重。对。甩开来，然后那这局感觉弗瑞塔斯有点半放弃的状态。梁靖昆这一局的拧球的线路啊，其实不再执意往弗瑞塔斯的正手走。对，先拧起来，再跟你打，我不用说这一板就马上就让你就是失误嘛。很快的，现在比数来到十比二，梁靖昆有八个局点。Ten three， 先化解掉一个。我从发球接发球的策略上面，梁靖昆。这一局是有效的扭转了场上的气势。对，有时候这个一变哦，整场就是局势都会变。维塔斯正手拉球出界的结果，也让梁靖昆以十一比三拿下了比赛的第五局，也把局数扳成二比三，剩下一局的落后。让艾尔达电视继续来欣赏梁靖昆还有弗瑞塔斯的交手啊！哇，第五局场上又有了非常大的变化。梁靖昆在改变他的发球接发球的策略之后，很轻松的以十一比三获胜。现在双方又回到有限的差距而已啊，所以也是要来看一下弗瑞塔斯这局能不能再调整一下他的作战策略。对，其实就是双方就是在互相变来变去嘛。Sixth game. Freitas to serve.
就看谁能够先跟得上对方变化的脚步啊。现在第六局要先由弗瑞塔斯来发球，将比赛获胜的球员呢，将在下一轮要对决中国的樊振东。看到这个球质还是非常重，还是继续过来用反手拧。现在越拧越有心得了。对，顶住之后的反攻。哇，一个插网又一个插边。他现在一个球都不摆了，全都跟你用拧的。气势对了之后，好像连运气都开始慢慢倒向梁靖昆这边了。他就想我这样摆，我也是挨打嘛。我拧起来，我跟你打还是一半一半。对，我看到这个，他在梁靖昆的这个近台哦，这个反手这个优势哦，还是比弗瑞塔斯来的大。对，速度上面现在是压制住了弗瑞塔斯了。好球，非常快的出手，非常快哦！先控制住你，然后下一板就直接往正手走了，就甩开来了。哦，这个开局跟前一局有点像哦，弗瑞塔斯就是在一开始就频频挨打，对，有点像秋风扫落叶哦。弗瑞塔斯也是很铁齿哦，不管怎样就是要这样发就对了，以不变应万变。有时候这也是战术之一，因为有时候毕竟在变与不变之间，这种虚虚实实很难说是对还是错。对，有机会就转正手，梁靖昆拿到第五分。尤其是像他们这种已经都是世界级高端的这选手，他怎么不知道要变？但是他知道，就是说对方可能也会预料到我要变。对，没错，有时候就是这样子，必须要想到敌人想到的下一步。对。永远要走在敌人前面一步。对，五比一。1-6。想要直接拼一板了，但没有能够打进啊。现在弗瑞塔斯看着差距慢慢被拉开。哇，又是一次反手拉住之后转正手的进攻。对。不求着要再接发球了，拧球的这一板先拉死对手啊！对，终于换发球了，二比七。哇，很快，几乎每一板都是。比前一板还要来得快啊，所以弗瑞塔斯是跟得很辛苦。对，反正现在不管什么球，我都拧起来跟你打就对了。所以打到这边，好像梁靖昆也慢慢打开来了。对，因为他也看出，就是说弗瑞塔斯在这个发完球、这个上旋球、这个反手、这个衔接的这个威胁性是没有这么大的。八比三。这次击球的位置有点被挤到。对，感觉这两个球有点冲过头了。刹，这个油门已经踩到底了，不能再往下再继续加力了。没有刹车，哇，漂亮！拧到正手位的这一板，发挥到很好的效果。梁靖昆这边又是比弗瑞塔斯要变快了一步，对，很漂亮，什么球都跟你拧。这是他一开始一直想拧出来的一板，但是调整过后是变得比较有威力。对，九比五，梁靖昆第六局的后半段了，还有四分领先，这一局拿下来就可以把战线给逼近决胜的第七局了。弗瑞塔斯当然也不希望看到第七局的比赛出现了，但是这一球想拼一颗斜线没有成功。现在梁靖昆出现了五个局末点，
啊，接发球直接下网的结果，梁靖昆11-5拿下比赛的第六局。在前面六局打完之后呢，双方战成3-3的平手了。双语播出，欢迎回到转播的现场。梁靖昆跟佛瑞塔斯的比赛现在来到决胜的第七局。中国小将啊，在第五局开始啊，改变他的比赛策略之后呢，也一直收到很好的效果，让佛瑞塔斯5-6哦，分别只拿到3分跟5分而已啊。对，这改变的这个策略很明显，就是发球段。就是采取多发一些不转的，然后我就选择在前三板跟佛瑞塔是打长球，然后再来接发球的话，就是基本上都是先用反手拧拉的这个手法，然后拧到佛瑞塔斯的这反手位，然后试图再去跟他做衔接。现在比赛等于回到原点了，一局决胜负，双方都没有退路了。哇，梁靖昆一上来就非常积极哦，也把他这个站位的优势发挥到极致啊，声音也喊出来了。对，太棒！哇，那个后面这个爆发力是很强的，3-1绝对落后的这个劣势哦，被他扳回来之后，现在决胜的第七局了，气势上一开始是压制住了佛瑞塔斯。0-2落后，看一下葡萄选手怎么样。哇，非常快的来回。哇，佛瑞塔斯现在已经有点情绪上来了。对，因为这球双方真的发挥的都很好哦。那我看到这个梁靖昆哦，真的站得很稳。这让佛瑞塔斯气的是把球拍一丢啊，喊暂停了。对。我看到这梁靖昆这个反手啊，这个衔接起来，这个衔接球了，这个反手的综合能力是非常强的。这次来到瑞典的佛瑞塔斯是单兵作战啊，并没有教练跟着他来到斯德哥尔摩。其实他从以前就是这样，他就是在打公开赛的这个情形的时候，他都是习惯就是一个人，就顶多是他的队友会在场边帮忙。也很少，很少，就习惯这个单兵作战。你就像萨姆索莫夫，你什么时候看过他旁边有教练？除非是一些世锦赛，那有是国家队的这个综合运动赛事的时候才有可能。对，连续三局的开局，佛瑞塔斯打的都不是很理想。其实刚刚这一分也是有机会，50-50的情况下呢。是被梁靖昆拿到第三分，对，还是要调整一下情绪哦，毕竟只是第七局的开局，前面三个球而已哦。暂停回来之后，佛瑞塔斯还有一次发球的机会。中国小将在第二轮已经先扳倒了一个大种子哦，日本名将水谷隼。如果能够击败佛瑞塔斯，当然也是对梁靖昆另外更大的肯定。哇，好球！拍出手了还是非常快，但是这次佛瑞塔斯跟上了，3-1。好球！现在这个第三板的出手是非常有信心啊。对，我相信给佛瑞塔斯是很大的一个压力啊。哇，好球，快的把球送到佛瑞塔斯的反手位啊，佛瑞塔斯没办法跟上的情况下，现在让梁靖昆先拿到第五分，双方要换边再战。对，感觉佛瑞塔斯打到这个阶段已经有点束手无策了，对，速度跟不上梁靖昆啊。对，曾经在中段是很强势的有效的压制住梁靖昆，很难去想象这个策略上的运用一转换就差那么多。哇，偷到一颗，他早该这样就要这样偷了。对，现在是已经落后，已经没有办法了，不得已的变招了。对，2-5，发球抢攻啊！佛瑞塔斯现在也知道啊，要拼了。对，必须用侧身拼了。
不拼没办法，没机会了。两个发球都守下来，回到两分的差距。哦，喊暂停。对，这次场边吴敬平教练选择比较主动性的喊暂停哦，嗯、他不等到说，比如说5-3梁靖昆发球之后再输一分才喊，因为这样子的赌注太大。因为你假设你再输一分5-4，你等于被对方连赶三分。你虽然下一分一上来是自己保有自己发球的一个主动性，但是相对来说压力就会比较大。是，至少如果占领之后先拿到第六分的话，这一轮发球完，梁靖昆还是守在领先的位置。对。吴敬平教练也是非常辛苦，连续坐场指导两场比赛啊。刚刚樊振东那场应该也是让他感觉到比较有压力一些。对。这样球，梁靖昆从原本1-3的落后哦，追到3-3的平手，现在也有机会哦，淘汰掉佛维塔斯。对。暂停回来。这一轮的发球，看一下梁靖昆怎么处理。哦，还是发不转的哈，但是这球准备就没有像前面那么果断跟坚定哈。两位选手都把暂停用在关键的第七局。弗维塔斯0-3叫出暂停之后呢，现在追到只剩一分差而已了。哦，好球。落点给守得很短哦，对，梁靖昆没有办法连续的进攻。哇，这下子场上的局势又有了变化了，对，又回到原点了哈、哦。5-5，维塔斯，侧身哦，对。从一开始0-3的落后，到现在6-5，反倒以一分的差距超前了。这时候看梁靖昆敢不敢大胆的变线了哦。Six all， 6-6，这次没有侧身。现在双方再次的打平。发球权现在来到中国小将的手上。哇，好球！哇，真的压得非常漂亮啊！对，让弗维塔斯越打离球台越远啊！对。7-6，好球！哇，很重的一板反手哦、啊。我看到6-6，在这个比分段的时候，梁靖昆发球的，要选择先做一个反手长球的一个突击哈、嗯。对，非常胆大心细。前面也是很少看到了。对，所以弗维塔斯也没有做好准备。对。拉起来，哇！这一次的接发蛮重要的，对梁靖昆来讲。对，弗维塔斯这个过来这个弧线是非常别扭，但是我们看到梁靖昆这个微调哦，还是把球给拔住了哈。姿势好像有点跑掉，但是顺利把球给拉近了。对，也拿三分。现在梁靖昆这次的反拍稍微大力了一些。双方这个实力真的是都在伯仲之间哦，就是在一些就是技战术的这个策略上的这个运用哦，就是都会就是互相就是你来我往、啊。没错，光在一局里面就要不断的变化。对。哇！这球其实梁靖昆是有点保守，其实他
有很好的机会直接去，就是直接去做一个变线，他反而就是先靠回去了哈。那靠回去，那佛伊塔是站在中台的话，抢先发力啊。对，很可惜哦，这球哦。回到一分差，梁靖昆还有一次发球的机会，触网要重发，哇，现在真的非常紧张啊。对，决胜局了。双方也是你来我往啊，互有领先。梁靖昆，好球！正手拉直线的，佛伊塔是顶不住了。把握住自己的第二个发球，现在梁靖昆抢先逼出了赛末点。我要来接佛伊塔斯的发球，还是要必须要果断一些啊。对，就看梁靖昆敢不敢搏了。佛伊塔斯面对到对手的两个赛末点，哇，这一次的反手速度哦。加快了一下，让梁靖昆最后11-8拿下了决胜的第七局，最后也以4-3力克古拉名将佛伊塔斯，拿下了瑞典公开赛男子单打四强战的门票。当然，比赛结束的同时，还是要请赖教练跟我们分析一下最后这关键的第七局哦，场上的整个走势跟变化，怎么样让梁靖昆拿下最后的胜利？对哦，双方就是非常不容易哦，就是打出一个非常高张力的一个比赛啊。其实，在这个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哦，双方都曾经陷入到一些危机以及困难，但是就是说，在双方这个技战术这个运用啊，以及策略啊，其实最主要到第七局的时候，梁靖昆在于就是6-6这个发球段的时候，他采取比较敢变，敢变的话，那到后面的包括他在就是第三板还有第四板，他的进攻段上给佛伊塔斯还是造成比较大的一个压力啦。那他到后面他就很坚决的，就是说我接发球，我基本上我全都是用就是反手拧拉的这个部分去做就是解决这样子。以上也是我们这个阶段的转播服务，那也再次谢谢赖冠生教练带来精彩的讲评，武术生父以及所有辛苦的转播工作同仁，在这边跟您说声晚安，我们下一场精彩的桌上对决再会，拜拜，拜拜。